大家好，我是王嘉尔。希腊雅典。开封旭。白。太简单了。除了举重之外，体操也是用的。我小时候也用过，因为我小时候也练体操的。不知道撞一下吧，小麦粉。是眉粉。是眉粉啊。好，重新来一次。眉粉哦。眉粉的。王嘉尔干嘛呢？你这是。底下哪个项目曾经是奥运会上的？是拔河还是踢毽子？拔河还是踢毽子？曾经是，我记得是拔河吧。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既举办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是哪里？北京。奥运金牌最多运动员是谁 ？Michael Phelps， 肯定，当时是看到新闻的。Yeah。这个我知道，马术，因为我参加青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队里面有一个是马术的，然后我们就在聊，哎，原来是这样的，我就知道了那时候。应该是羽毛球，因为羽毛球太快了。羽毛球的毛是什么做的？是鸡毛、鸭毛还是牛毛？肯定不是鸡毛，也不是鸭毛，鹅毛。鹅毛白的嘛。那我们国家乒乓球队在哪届奥运会上爆冷呢？第三打的是上海，2008北京，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女排分别在哪几年获得了奥运会冠军？是1988、2004还是2016？全部，我记得。最喜欢观看的奥运赛事是什么？击剑，而且会看十几遍。就是看一场15分结束了，或者团体45分的话，我会看几十遍。是2008年我在场的，看到那当时是男子佩剑个人中国队冠军是仲满，同场也去比赛的是王靖之哥，然后总决赛是我在现场看的时候，是我一生真的。非常非常难忘的一次的奥运会的一瞬间，对我来说。姚明，哦，我见过姚明，但好像他没有见到我，不是，因为我们在一个飞机上，然后我下飞机，他是要去拿小行李什么的，包包什么会放上面，然后我在他后面，我好像到他的腰。如果你可以引入一个新的运动项目或任何的项目进入奥运会，你会希望是哪一种项目？斗兽棋可以吗？如果现在让你开始训练来参加下一届奥运会，你会选择什么项目练出来？我练击剑也练了7、8年，好不容易才有资格可以去参加，击剑除外。新加入的项目斗兽棋吧。哎，拉拉队可以吗？就是打气的，或者颁奖的也可以。现在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想到小时候的梦想了，想到妈妈、爸爸，然后想到以前的队员，你觉得你的哪首歌最适合在奥运赛场播放？我觉得杰伦哥的《双截棍》。如果你获得了奥运会的奖牌，你把奖牌送给谁？它是好像是纯金做的，是不是？那看看情况吧，开玩笑，放在家给爸爸妈妈。